2012年佢得奖啦。大家好，我叫梁建俊 Kelvin， 喺佐丹奴工作咗10年，而家系一位副店长。我嘅嗜好咧就系集邮，而呢一张咧就我最中意嘅邮票之一。透过邮票，我可以了解到唔同国家嘅历史啦，佢哋嘅风土人情。最重要嘅系佢可以训练到我嘅耐性。喺今次嘅比赛，我比之前多咗一份使命感，好希望将我哋嘅零售业一向引以为傲嘅优质服务，透过管理同同业之间嘅交流，能够薪火相传，培育更多杰出嘅服务精英，将佐丹奴嘅服务理念没有最好，只有更好发挥出嚟。今日我就教大家一个一秒快速接衫法。首先，我哋摊平件衫，捉住衫嘅膊头位，再捉埋衫尾位置，咁就完成咗啦。